一对从美国返台后确诊武汉肺炎的夫妻档，他们在返台前就已经有症状，还搭机回台，医疗费用要全民买单，被外界质疑根本就是专程逃回台湾治病。对此，昨天指挥中心澄清，案393是在上机前就已注记，可是长龙却在飞机降落前2小时才得知，根本来不及把乘客隔开，引发外界质疑移民署注记慢半拍。4月10号，就是我们疾管署有跟移民署的国境事务大队通知说，有关这个案384的配偶，那可能要先做注记啦。不过苹果新闻网调查发现，原来是移民署自行注记后，却没告知长龙，漏掉一个重要步骤，导致长龙在飞机降落前2小时才得知机上有确诊病例接触者。注记完毕之后，那早上这个飞机可能是舱单已经出来之后，他们就看到所以就通知这移民署。就相关的人已经登上哪一班的飞机，6点半的时候他有来通知说他于当天的VR31于上午7点20分就会起飞，那我们说就决定就是说那到机门口去做相关的一些拦检。虽然疾管署在飞机降落后马上赶赴登机门把他送医筛检，不过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飞机上载着一位高风险的接触个案，早就已经深陷被感染的风险，为时已晚。然而指挥中心坦言，根据移民署提供的时间表，移民署或疾管署都没事先通知航空公司。长龙航空也回应，除非移民署特别告知，否则他们没办法知道注记内容。结果整起事件连累了12位机组员，还有7位乘客都得居家隔离，捅出防疫大漏洞。